下的战队。我觉得他们会选我，一定是从我身上感受到什么。李春姐说过，她想炸掉这个概念，就是、她想不是概念，很燃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概念很好。我喜欢有个性的、有特色的，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啊，不怂的。哦，都进去了。作为一个 rapper， 其实我就是想打破那些以往大家对 rapper 这个标签的一个理解。真的想证明一下。有能力走颜值赛道的人也可以有实力。666，我的美跟其他人不同，所以我选择美颜赛道。我觉得我的颜值没有我的歌声更打动人。独秀赛道比创作比较适合我。我希望我做的电子音乐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许梦圆。魔音呢，就是有魔力的声音，它不需要一些东西去修饰。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表现的人，还是在声音上更能够表达我自己。加油。我的音乐受众面很广，我觉得是能引领这个潮流的。哎，我们要乘着音乐放肆玩转，次元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好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信心必须有，谁都不怕。哇，盛世美颜。哦，九个晋级席位。对，你晋级了九个人嘛，然后你后面好的你可以替换下来嘛，因为最后的九个人是你来决定的。这个赛制还挺刺激的，我觉得我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来去选了。请各位选手注意，20分钟倒计时结束之后，将不可更改赛道。我是不会改的了。你有办法吗？我是那种永远都不会紧张，就一到上台了，马上开始紧张。去吧，加油。已经做好选择的选手，请进入备战状态。现场请注意，5 4 3 2 1，选择停止。接下来有请三大赛道新推官入场。华晨宇在后台跟我说，绝对会先录他的。我说为什么会先录你呢？他说因为我有经验。第一轮将从赛道人数最多的胜是盛世美颜赛道。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有抢拍，所以我可能会要收回这个通关球。确定不要了吗？我会很闪耀，距离我够响的，爆炸度还差挺多的。我不是很服。对，你没有不服的，把它挑下来。battle 都可以 battle 这个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都没说什么话。我要问这么浓的吗？小四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。Come on， 他的动作很猛。这是一个双性游戏，我们选的是整个人，一上来选手就自带节奏。哎，不过我想，你想抢就抢。我很不喜欢别人跟我抢，我觉得这一季玩的好大啊。可能暂时需要离开这个舞台的事。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纠结了多久，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大家27个人选择了美颜赛道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赛道的名字，所以接下来如果觉得想先上来炸一下。